哎，因为大家听到一件这个日本的茶室用的这个竹席竹帘，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旁边原本就是看得出来是镶这种西藤枝的这种五金的边，那整个都是手工织成的这个竹条。那我们可以从中间看，它是用就是天然竹子把它编成这样很细致的这个波浪纹，那整个都是属于就是天然的，不是经过人工就是之后加工的。那这个竹帘在日本买都是要就是上万甚至更贵的这个价格。那我们这边一样就是七百起标，给大家参考看看。